去，我哋三人入阵，何解只剩啊梁丁？师傅，因为有一个人正在练功。忍兵斗者皆阵，列在前。临兵斗者皆阵，列在前。Om Mani Sri Sukha。 嗱，今日我哋嚟到忍者村，阿珍，嗱，你要知道要学翻啲嘢傍阿新。嗱，1982年嘅时间咧，我就开始学呢一个东密嘅真言宗嘅法里边咧，其中一个法叫摩尼之天一尊法，就系要拜呢个摩尼之天神。呢个摩尼之天神真系叫南斗，嗱，我哋有北斗听过啦。南斗佛母，这个法咧系忍者嘅法嚟嘅。咁啊，呢个法里边咧，第一个要学呢个摩尼之天嘅真言。你哋两个要学呢个真言啊。第一句 ，Om Om Mani Sri Mani Sri Sukha Sukha。其实四个字咧就 Mani Sri， 所以 Om Om Mani Sri Mani Sri Sukha Sukha。好啦，咁点样用法咧？就当我哋去到譬如揸車迷路，咁迷路嘅時候揸緊車嘅時候點算咧？嗱，阿珍你經常都有咁嘅情況啦。好啦，咁你咧就要夾一個劍指，然係由左手邊畫一條直線。Om Mani Sri Sukha。Om Mani Sri Sukha。啊 ，Om Mani Sri Sukha。Om Mani Sri Sukha。咁亦即係話等於咧前邊咧就唔會迷路啦，亦即係等於將前面嘅困難全部可以阻擋曬。好啦，你啲小朋友咪經常要讀書啦，要去考試考得叻啲啦，考第一，係考第一啦，又要去演講啦。咁又點樣咧？首先打開個手板，用呢個劍指，係啦，喺個手板上面寫一個勝利嘅勝字。寫咗個勝利嘅勝字之後，又轉三個圈，轉三個圈嘅時候就念 Om Mani Sri Sukha。然後係啦，又收埋個聖者嘅手腕嗰度，然後收埋喺個腰間嗰度，咁啊，於是就可以去入去一個市場或者入去任何嘅地方。係，當你入去嘅地方嘅時候，你要勝利。嗱，佢啊講讀書啊，你可能去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喎，或者突然間你要 interview， 你好想勝利，咁於是咧你就接住隻手印，咁入到去嘅時間咧，隻手一打出嚟，咁你個聖字咧就走出嚟啦。一走出嚟嘅時候，代表你係勝利者啦。师父啊，我由细到大咧，成日俾狗追嘅，有咩方法避一避啊？这个包唔包括埋色狼咧？哈，你嘅反应几快喎、不过又系啱嘅，因为其实无论佢系狗或者任何动物，包括埋色狼，其实你即刻喺虚空之中写一个老虎个虎字，嗰只狗或者个狼马上就会退隐嘅。嗱，喺忍者呢个世界里边咧，你要多啲念 Om Mani Sri Sukha。如果你念到100万次，其實咁短好易嘅啫，念100万次咧，咁你就同摩尼之天咧結合啦。咁於是你所念出嚟嘅咒或者所施嘅法咧，就會靈驗啦。咁啊，普通人當然就咁念就冇咁好啦，但係都可以嚟防身嘅。所以大家可以念多啲呢個咒，再念一次 ，Om Om Mani Sri Sukha Mani Sri Sukha Om Om Mani Sri Sukha Mani Sri Sukha。師傅，我而家要練百幾次，唔係百幾次啊，100万次啊，靚仔。人生總有快樂，人生總有傷悲，天意外弄人，誰人可以再逃避？從不驚怕，上路從不許再退步。谁能通世途，乃是红路。从不抱怨劫运，从不依靠幸运。只要做凡人，甜苦也会是无憾。能闯出了
传奇，难保一世欢喜。谁能望清这局势是预期？面对着未来前途多锻炼，未受上天终睁开苦难的恶念，曾努力去做，莫论一生几个，从未会走上回头路。留给子女多少留低风光，多少但求尽心创造那句全无。前途多锻炼，未受上天终睁开苦难的恶念，曾努力去做，莫论一生几个，从未会走上回头路。从不推卸责任，从不惊怕只要做凡人，甜苦也会是无憾。从不相信命定，从不想快乐梦影，但求认清世情变幻无形。愿能乐于接受世事无情。